不节食不运动，一针赢得完美身材，宣传口号令人心动。在朋友眼里可能稍微还是有点胖的。问医美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机构会不会进这个产品？包装精美，用法特别，背后隐藏怎样的秘密？谁的？那是朋友买的吗？不敢买吗？那有些患者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然后呢，急性的胰腺炎，急性的肾脏损伤，然后还有一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加重。暴瘦的诱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3年年初，浙江省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举报称，有人通过网络销售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销售一款名为 AB 轻盈素的产品。这款产品表面上看是一种外用涂抹的化妆品，而实际上却是人体注射用来减肥的。这样的异常产品究竟从何而来，又存在怎样的危害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案例。2023年初，一名男子行色匆匆地来到了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进门，他就向工作人员出示了一盒自己购买的减肥产品，声称要进行举报。就是在电商平台上面，我搜就搜当时那个 AB 轻盈素针这个名字吧，一搜就跳出来了。家销量高嘛，我就转那家买，然后直接下单了。该男子名叫陈军，就是诸暨本地人。陈军说，他的身材有些微胖，一直在努力减肥。前不久，一位在美容院工作的朋友向他推荐了这款产品。跟我说这个东西减肥很有效果，就一个月减肥这样的。哎，稍微有点，在朋友眼里可能稍微还是有点胖的。朋友告诉陈军，他们业内都管这款减肥产品叫 AB 轻盈素，他自己也用过，效果很不错。在朋友的再三推荐下，陈军先是在美容院里试用了该产品。使用的时候就是把粉注入来，注射到液体里面进行一个融合，融合了之后再用注射用针头进行抽取注射。它其实这样子的，一开始会出现那种头晕啊、呕吐这种不良反应，就会厌食这样子，吃不进去东西，稍微还犯带点恶心。此时，美容院的工作人员告诉陈军，该产品在使用初期的确会有一些不良反应，但只要坚持下去，不良反应就会越来越小，减肥效果也会越来越显著。陈军心动了，可美容院一次一两千的价格让他有些承受不了。我自己在上网的时候，在那种电商平台上面也看到了这个产品，当时可能只要两三百吧。网上便宜很多，陈军立即下了单。很快产品就寄到了。陈军说，在美容院时，他根本就没有见过 AB 轻盈素的完整外包装，只记得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款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的。收到快递后，陈军发现该产品外包装很精致，各种标识看起来也很规范。就是看他那些进口的那种批文啊什么的，包装上面人很明显能感觉到那种高级感。收到这个减肥用产品之后呢，快递盒子里面拆出来，发现快递盒子里面有针头，注射用针头。看到这些针头，陈军有些手足无措。虽然一开始他就知道这款产品是要注射使用的，但在美容院时都是工作人员操作，现在要自己注射，陈军心里有些打怵。而就在此时，网店的客服人员联系了陈军，让他在社交软件上添加一位指导老师为好友，会发你一个私人的教程，他给你的视频教程，然后是两个管子里面的液体抽到一起吧，然后进行注射，大概在8毫米左右，然后一个点，1毫升全部注入。那名指导老师反复告诉陈军，注射操作很简单，普通人很快就能掌握，但陈军还是有些担心。犹豫再三，他决定请自己在医学院上学的朋友来帮忙。然而，当朋友看到这款产品后，直接就拒绝了。它上面就是版本号是前面是带装字头的，那装字头是化妆品嘛？那如果说化妆品的话，是不能说按药品来直接注射进体内的。直到此时，陈军才仔细看了 AB 轻盈素外包装的中文说明。
他发现这款产品实际上是用来涂抹在脸部皮肤的，而且注意事项里明确提到该产品是外用产品，请勿内服。买的盒上面说是涂抹，但是实际上他给你另外的教程是跟你说是注射的。他们在推销这个 AB 青青素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很简单的认为只要打进体内，注射进体内就完成任务。随后陈军向网店客服以及那名指导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但对方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坚持说该产品有减肥的功效，可以注射也可以涂抹。这样的回答让陈军无法接受，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去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举报。他怀疑这款产品有问题，然后向我们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希望他得到一个补偿。事实上，对于陈军提供的这款被称为 AB 青青素的所谓减肥产品，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并不陌生。在2022年的12月份，在针对医美行业的专项整治的过程中，就医美行业的从业者相关人员就跟我们说，就客人跟他们反映的啊，他们在外面有一款这个针，就是 AB 青青素这个产品，问医美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机构会不会进这个产品。减肥这项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从效果的角度，其实就是医疗美容业里面是其实是并不能宣传这个效果。一直吹嘘的是神药，一针就有效果，所以客户会越来越多，咨询的人会越来越多。执法人员提到，他们在日常的执法检查工作中也曾经查处过不法人员在销售这款产品。你这个东西是哪边进过来的？谁个你那那是那是那朋友买的吗？都在卖吗？都在卖，都在卖，也多得很。你不管别人卖不卖，你是哪里的，先说清楚。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这名售卖针剂的男子坚称自己卖的产品并没有违法违规的地方。看那个朋友圈发的文章，我看好多女孩子都在打，反正就是那种保守针嘛，就是增加450拿的，就是我是打700块钱。执法人员最终查获了两盒被称为 AB 青青素的产品。据售卖人员说，他也是听说这款产品有减肥的功效，才在网上购买线下销售的。那么，这款产品到底含有什么样的成分？有没有减肥的功效？而产品包装上明明写的是用来涂抹的，那么注射到人体内的话，又会有怎样的风险呢？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将查获的产品送交权威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是化妆品还是药品？司美格鲁肽呢，是作为一款处方药物啊，用于治疗糖尿病二型的。独特成分，巨额利润，他们铤而走险。你这些东西的是正规化妆品啊，有渠道啊。暴瘦的诱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通过检查 AB 青青素的外包装，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发现了很多问题。虽然说它的产品外包装上写着月季专网备制几几几号，外表上看它是一个化妆品，而且是属于备案用的非特殊类化妆品，但是在国家药监总局的化妆品查询网站上都查询不到这个备案号，可以确定这款化妆品在我国是没有经过备案的。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化妆品是指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适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也就是说，如果一款产品属于化妆品，那它就不能用来注射。包括擦拭、涂抹等方式，并没有说用注射用针头进行皮下注射的。所有的注射用化妆品，要不就涉及到虚假宣传，要不就涉及到非法行医。执法人员还注意到，针剂的注射是一种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医疗行为，对操作人员和环境都有严格的要求。
这款产品的销售人员竟然通过视频的方式指导消费者自行操作注射，这也是绝对不允许的。都需要有专业的从业医师资格证的持证人员为他进行注射，所有的药物的注射场所都是有严格规定的，简陋的环境下是不允许进行药物注射的。不久，对该产品化学成分的检验也有了结果，报告显示这款所谓的减肥神药，其主要成分包含了司美格鲁肽。在国内，司美格鲁肽呢是作为一款处方药物用于治疗糖尿病二型的，作用人体的时候可以让人体产生饱腹感，减少摄入，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被批用于治疗肥胖的。因为这个药物它使用是有禁止症，有一些它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是需要完善检查的，比如说胃肠道的反应啊，那有些患者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呢急性的胰腺炎，急性的肾脏损伤，然后还有一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加重，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的。顶着化妆品的名号大肆宣传减肥瘦身的功效，这款 AB 轻盈素产品明显在消费者群体中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经过充分论证，结合专业检验报告，市场监管部门最终认定该产品为假药。有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呢，当然就是绍兴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报告。第二点呢，是它的宣传方法，它对外消费者宣传的时候都是说是减肥用的，只有药品才可以宣传的一个药用功效，化妆品是不允许的。第三个呢，就是它使用注射用针头进行注射，这完全符合药品的一个操作方法，而不是化妆品的操作方法，完全符合药品管理法第98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以非药品冒充药品这个情况。案情重大，相关人员的行为涉嫌犯罪，诸暨市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将案件线索移送诸暨市公安局进行立案侦查。比较泛滥，当时也是，而且这个标注上面也是很明显的 AB 轻盈素啊，什么暴瘦啊等等，它有很大的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宣传的标语嘛。通过梳理购买记录，一家名为韩彩美业的网店首先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都是那种资质比较低的，等级比较低的那种新型网店，产品目录呢也特别少，轻盈素是它的一个主要的销售产品。韩彩美业他也告诉了这个消费者一个微信号，是嫌疑人的微信我们对嫌疑人的这个微信的注册身份开始了研判，发现他的名字叫做张北涛，他这个网店平台对于注射这种关键词都有相应的监管，那么他们为了逃避监管，他们就会在线下发送这些教学视频，让消费者能够使用他们这个产品。那么后来我们也依次发现了徐万春还有徐磊苗敏等人他们都是这个团伙的成员。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2023年2月，在江苏省宿迁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警方将包括张北涛、许万春在内的多名嫌疑人一举抓获。你问我什么我都不知道，你今天没有什么事儿？就是问你，你不知道你在这儿做这工作，然后现在是做什么？甚至做什么客服？你做什么客服的？就存在那个轻盈素吗？什么的？这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不知道，你问我知道呀。我问你的，我现在就问你。是的，我真的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东西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吧？来就是这样吗？他们给你就是这样的东西吗？你这些东西的是正规化妆品有渠道有资质有授权开始都卖到400多，然后拿货的话才那个正常平时都100多到200左右嘛，感觉因为我们之前做网店从来没有这么大利润，都30%的利润都不得了了，看这么大的利润，然后就那个心动了嘛。落网之后，嫌疑人承认他们也是听说这款产品有较好的减肥功效，才开始寻找货源，在网上进行销售的。而实际看到产品之后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这款产品有问题。
然而在利益的诱惑下，他们最终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他们的货源是谁提供的？在调查中，办案人员发现张北桃等人销售的产品都是从广州市的一个地址发出的，而该地址指向的是一家国内的化妆品生产企业。那么这家企业会是 AB 轻盈素的真正生产商吗？隐秘房间，恶劣环境。第一道是人脸识别，第二道是密码。家族团伙疯狂作案。一枚机构都在私下就是偷偷摸摸的啊，给一些老顾客在使用了。警方进行全链条打击。一盒成品的成本大概在30元，到40元之间。暴瘦的诱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诸暨市公安局立即安排民警对位于广州市的那家化妆品生产企业展开了秘密调查。它是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的一家公司，其中成员之间呢多为亲属关系，都是姓汤的，并且这批人呢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呢是有肉毒素贩卖的前科的。这个公司的话呢，它是有资质生产化妆品的，包括他们也有自己的品牌，但是他们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药物这个销售资质的。经过蹲守，侦查员发现每天都有大量的 AB 轻盈素从这家企业寄出。经过几天的那个蹲点守候以后，就是3月23号上午，我们感觉这个抓捕的时机比较好，然后我们组织了20多名警力对这个厂区进行了一个包围。在我们当时刚进入厂区的时候呢，工人的反应是比较惊讶的，因为他们可能对于自己厂里面在生产轻盈素这款产品他们是不知情的。那么在我们的搜查的过程中发现呢，就是该厂呢在明面上它是没有发现轻盈素产品的。最终经过多轮搜寻，在该企业厂区2楼的一个角落里，民警发现了一个隐秘的房间。它里面有3道的暗门，第一道是人脸识别，第二道是密码，第三道是指纹，这样一个实验室。那么后来我们进入实验室以后呢，里面发现了大量的一些冻干粉，就含有初步怀疑就是含有司美格鲁肽的一些冻干粉。这个冻干粉在冻干机里面就是密密麻麻的排着，我们当时也是非常震惊的啊，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一次生产就是数千瓶。由此我们确立了这个厂便是他们生产轻盈素的一个窝点。不久，这个以汤某乔为首的家族式制售假药的犯罪团伙被警方一举查获。轻盈素呢这款产品在他们厂里面呢主要是由汤某乔进行主管，由汤某龙负责原料的进购，汤建军负责冻干粉的制作，汤化军负责销售。他们公司内部呢是有比较明晰的一个组织架构的。经审讯，这伙嫌疑人交代，他们长期从事化妆品的生产和销售，知道很多爱美人士非常关注减肥瘦身领域的新动向。2021年底，他们获悉一款名为司美格鲁肽的处方药同时具有减肥的功效，于是便动起了歪心思。通过网络等了解到，在国外呢，司美格鲁肽也被用于治疗那个肥胖病人。当然在国外的话，它的这个剂量和国内的这种药物的剂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它的制作流程也好，成分含量也好，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呢也会善于抓住一些热点，那么他们也看到了这个减肥现在就是说给他们可能会带来一个暴利，那所以呢他们也是铤而走险去做这个事情。很快，这伙人利用现有的化妆品生产设备，并联络了一些非法的原料供应商，开始了所谓减肥神药的研发工作。进购这个原材料，他也认识冻干技术的公司，委托他们进行冻干。那么由此他就有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生产链，远远达不到药的这个标准，就只是说我做出来这个东西
哎，有这个成分，但是你要登到药，其实你还有很长的路，要做临床实验，一期临床、两期临床，还有毒理啊，这个工序是很长的。本身的产品的性质也好，或者质量也好，肯定都达不到药的标准嘛。研发成功后，他们又在工厂内秘密设置了专门的实验室。隐蔽性比较高，设备呢它是非常陈旧的，它是，而且这个水源呢也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污水呢也是随地进行排放，不符合正规的一个医学的标准。由于他们的这个生产方法就是较为粗糙啊，那么它的这个浓度也好，包括里面药物有效成分也好，它都是没办法控制的，每一次生产的这个波动啊是比较大的，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具有巨大的风险的。为了扩大产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汤某桥团伙还和一些专业的宣传推广公司进行合作，通过各种方式使目标客户了解该产品所谓的减肥功效。他们就开始设计包装啊，设计文字啊，那么由此来创立了一个叫做 AB 轻盈素的品牌。那主要通过进入各大那种医美的微信群里面，对他们的品牌进行宣传啊，例如 AB 轻盈素的唯一代理商啊，效果显著，韩国进口，一个疗程瘦10到20斤，不吃药，不节食啊，大抵就是这些宣传内容，来让同行对他们这个品牌产生一个认同感。那么通过一些网络上面，这一些各大的销售的平台，发展代理进行这个对 AB 轻盈素的这个销售。对于下级代理商，这伙嫌疑人会宣称产品来自国外，有时还会刻意营造出货源紧俏的假象。就经常会说断货，其实我看了好多，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月进货和下个月进货，那个生产日期上面有日期，明明是同一天的，但是我在进货的过程中，他有时候他会说断货，就不给你货。你如果想要拿比如200盒的轻盈素产品，你就必须要购买我的200盒面膜啊，以此来拉动他们其他产品的一个销量，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巨额利润面前，一些代理商即使发现产品有问题，依然选择了层层加价持续推广。一盒成品的成本大概在30元到40元之间，那么它在卖给徐某等人这种代理的时候，它的价格一般在170到200元之间，那么在徐某在对外销售的时候，这个价格便会提到了340元到350元一盒，到最后落入到美容院之后，那么美容院销售给消费者一般会以1500元的价格销售给消费者。流到市场上的量也非常大，有很多其实这种美容院啊，这种医美机构都在私下就是偷偷摸摸的啊给一些老顾客在使用了。警方表示，销售人员还会教会下面的各级代理如何逃避打击，例如他们声称这款产品是自用的，以及要求对方要尽快的丢掉快递盒，或者对监管人员称本款产品是自己在美博会上买的，不要供述真实的商家等，以这种类似的手段逃避侦查。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侦办民警也发现有不少消费者在使用该产品后出现了呕吐、腹泻、皮疹等副作用。但是其实当消费者真实出现了一系列反应的时候，那去咨询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答不上来的，因为他们没有医学常识的，他们只会告诉消费者啊，这是正常现象啊，或者如果真的严重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那你停药。针对本案中出现的情况，市场监管人员对消费者提供了一些建议。消费者在使用医美行业的产品的时候，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确认这个产品的性质，所有的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都可以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进行一个查询，如果无法查询到，消费者就应该对此款产品的真实性抱有怀疑，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人身安全，减少自身的损失。据了解，目前一些消费者也在积极寻找途径要求维权。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你好，习老师。
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相关人员可能会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那如果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使用了这种假冒伪劣的产品，出现了不良的反应，甚至危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话，那消费者该如何获得这种法律救济呢？那么要对消费者进行相应的救济呢，就是我们民法的这个功能了。所以呢，消费者可以提起相应的民事诉讼。那么提起民事诉讼获得什么样的救济呢？这第一，首先我们上这里边我们属于消费者购买产品进行消费，那么这符合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那么我们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进行伪劣产品、假冒的产品等等的啊，那么它构成欺诈性的销售。欺诈性的销售，首先我就可以要求他进行三倍的这个赔偿。这不管我是否进行了什么呀，受有任何损害，即便没有损害的情况下，我也可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的购买产品价格的三倍的这个赔偿啊，这是第一个。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您刚才所讲到的，我们消费者可能会受有人身伤害啊，这个很大的，甚至有些导致死亡都有可能的这种情形。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可以提起侵权之诉。那么它显然是构成了我们的侵权这个责任啊，要承担相应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产生多少要赔偿多少。那么这个侵权的人是谁呢？既是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啊，两个人都会构成侵权。另外啊，这里边需要说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根据我们民法典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这个我们说这个减肥产品等它也属于一种产品。那么产品质量不合格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还可以消费者要求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这就是即便我损害比较低，人民法院也可以考虑这个情节的严重啊，造成的损害的程度的严重，那么主观故意的程度等等的情绪，给予高于实际损害的赔偿啊，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惩罚性损害赔偿。一直以来，减肥瘦身产品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一些嫌疑人正是看中了这个巨大的市场需求，非法制造一些所谓有效的瘦身产品，诱惑消费者使用，对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身体健康都造成了严重威胁。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广大消费者也要提高辨别的能力，健康减肥循序渐进才是正道。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习教授做客演播室。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